们刚刚游泳一公里，然后骑脚踏车六公里，有脚踏车离目标是有点远，那等一下再去吃个饭，晚上再跑步，然后三铁训练就今天就这样，好嘞，加油 ，Go。它的是吃到饱的，然后有分成529跟589，啊不对，对，应该是说它有分成489跟589，差100块，一个是有海鲜，一个是没有海鲜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喜欢海鲜的话，就点比较便宜的就可以，因为它的肉我觉得。也不错啊，像雪花、栗子、梅花、猪里脊、黄柳花、黄金鸭、樱桃都 OK， 所以光那些肉跟青菜就很厉害。然后它的青菜是那种推车的，所以你可以叫他把推车推来，然后你再点你想要的东西，很多种推荐。然后你们不要觉得说它的服务很好，然后就。一直加来，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没有水准，你就想好加来就好，不要说我一下叫这个，一下叫那个，因为探紧就行口，莫玩呢，然后快吃完了，先吃，我是觉得可以推荐的，推荐吗？那奶茶啊，原来奶茶是加50分的，还有嘞，他们服务真的可以，然后服务好像是有一个条件。就是可以一直叫子，叫子，干嘛要叫？不是啊，就是从进来开始，然后到跟我们讲解啊，然后补食材啊，就是会很注意我们什么东西没了，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补食。要食材啊，新鲜。取食力不能说新鲜，但太容易。好难哦，你在考试哦。对。玉米很甜。玉米很甜。嗯。然后。青菜也很新鲜。嗯，菜色很多。很多，因为我本来以为只有肉，然后后来他推车来后，我就发现有很多我很喜欢的垃圾食物，像是什么饺类啊，这样。那他就还要再来吗？你要带我来吗？三铁的自我训练进入了跑步的阶段，我们从早上的游泳，然后骑脚踏车，然后现在是跑步。不行，跑多跑少没关系，把它跑完，反正是个自我训练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，然后没有时间拍照了。好，走。这次跑 7K， 干的，我死，哇，很喘，看我访问另外一个人，看跑这样。干嘛啦？这怎么穿过你？啊？怎么可能穿过你？你不是跑两圈吗？你跑8分速，我跑5分速，我怎可能穿过你？可是你会跑两圈。这样我两圈做完也才剩一点点而已啊，还有剩啊，怎么不可能？除非你跑四公里，我跑4公里跑完走回来啦。不对，应该5公里，5公里他可能追到你。哦。光七你我没有赢，除非我跑4分速，可不可能啊？我都跑5分多，5分十几，所以不可能超过你啊。刚不是说会在哪里遇到我？我说我希望遇到你，你就没慢下来，好，走。我这次有比较快1/2分钟。看，那我真没办法啦。我跑完了耶。好啦，跑完了，等一下再来去，再去吃东西。我吃不下了。好嘞。好啦，今天的那个 vlog 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继续练习。玩。好，玩。